现在的你不仅有了背负梦想走出这片庇护所的力量与勇气，也有了愿意一同分担的伙伴。这是指挥官，原来已经成功了，欢迎回来，我会彻底终结这场噩梦，磨难在烈焰中焚毁。在灰烬中重生，祈愿会继续飞向远方。Thank you.